欢迎收听《继续转到新闻的现场》，接下来来关心客种新闻。桃园市政府和嘉义务局邱老桃园的拆迁公司来合作，结合被桃园中乐的同化拆迁站、A21的反北站，对金边其实一切都是不经验，出来推出2016同化文创商品展。对亚哈嘉义务局的局长吴秋讲，桃园亚哈有千多的文创产业，当地的发展，古数亚百年就等等结合被同化，还有拆迁 A21的反北站，还有其他方的文创商品，同时要来进行DIY， 我带大家看下来感受同化文创商品的多样化魅力。展期一个礼拜的同化文创商品展，在桃园市中同地方建设系统下先步开始，一百先在桃园捷运 A21站来举行，来参加同化亲子 DIY 民众都知道一心说，民众讲有安尼机会同新年的看下来好戏，知道以后。还蛮有趣的，还蛮特别的。就 DIY 活动，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这样。桃园市客家支付局局长钟启安讲，就要开通的机场捷运系统，系客家都东起台中点。韩国桃园有众多文创产业，当地的发展，故作一派特别的合同化捷运站，就要为大家来了解捷运公共空间同客家文化系做得上富皮合的。要同化站，安个一只场域空间哈，做得来老人的。同化亲子教育结合乡下来本客家来了解，其实公共空间也做得老客家文化做一只很好的结合。一摆文创展邀请客家区副头的艺术建业者来参加，还邀请新生代客家籍的艺术家钟亚平，用客家同化意象创作出来的艺工下同化艺种子艺术，展现出桃园同化贵张有为浪漫气氛。下新闻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